Hey.等开始的时间抹黑，等开始的时间不能跪，再休息了就是累，再厌倦了却又拼命的挽回。说你有多么爱谁，骗谁？舍不得那是被浪费，输不起那是花费的罪，把伤害都变成无谓，把是非都变得没人能理会，暗地里偷偷作祟。我欣赏你直言不讳，但请管好你的嘴，哎哎，不分青红的汉贼，不分皂白的汉贼，真相不是你玩得起，别该反悔。我欣赏你直言不讳，但请管好你的笑。辛苦大家了，特别辛苦所有988的同事们，受惊了啊！11点多的我有点腿软，我可以坐下来吗？后面有一个人有看到吗？那个人他以为坐着看不到下半身，他就随便只穿了个紧身裤就出来了，给他一个灯光，谢谢。你是刚跑完步就跟我来了是不是？你要不要试一下有没有声音啊？哦，可以大声一点点，谢谢。好，你最后一个环节，不管你是支持嬷嬷队还是啦啦队，不是啦啦队哦。不知道是谁录个 VCR 一直讲喇喇，对，是我。喇喇是一种食物，就是会这样开的那种。接下来三首歌我带来 Unplugged 的版本，很适合现在这个时间。
也希望现场的朋友可以跟我一起唱三首这十六年来的创作。第一首歌，虽然经常梦见你，还是毫无头绪。外面正在下着雨，今天是星期几？ But I don't know。的组合，我想听到你们的声音。多少个桥，多少个洞，我几乎快要被治愈了，但还是会只因为一个重复的话。曾想过，若只遇见，我们应该如何是好？我想我还是会站在某个街角，不让你看到，只因为我不想打扰，只因为怕你解释不了，只因为现在。那是一种食物哦。尖叫。
怎样？吴镇宇小姐，哎，这时候升降台要下，嗯 ，OK， 拜，谢谢。